樱桃鸭胸、猪五花，各种超美的顶级肉品，油脂与烈火的相遇，配上泡菜，为什么台中的烧肉店都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太嘎红矮黑美森，今天带你们到古风满满的墨菲家烧肉哦，整个装潢摆设就让我有一种这家不简单的感觉哦。果然，他们一上菜看到那漂亮的肉，就知道这家的味道肯定好，而且他们的服务也很棒哦。这道东北大拌饭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拌饭哦，每一粒米都均匀裹上香气。香肠的香味和口感是灵魂哦，鲜虾卷超脆，超级刷脆。梅森今天点的是套餐哦，肉类就给了八种，鸡、猪、牛全都有。他们的牛小排、双酱牛，油脂超丰富，大火增香七分熟，配上昆布盐，超级幸福。你们也喜欢生菜包肉，再放上爽口的泡菜吗？还是樱桃鸭胸那独特的迷人香气呢？我觉得墨菲家烧肉很适合带家人来聚餐哦，因为从餐点到环境给人的感觉都非常的用心，是梅森会再访的店哦，推荐给你们咯。